说故事教小孩，却把小孩吓坏。那我女儿会把小花丢在地上，我看到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说有一个笑脸的小小花，突然出现一个巨人，踩掉就看不到。巨人哦，他慢慢的就不太会把东西丢地上。谁敢啊？你会做的真的非常棒，但是那个恐惧确实会实在。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